下负175度冷冻分离机，下面给大家操作演示一遍分离三星 HS7 的中框和屏幕。首先进入设置，我们本次设置冷冻时间300秒，也就是5分钟。分离之前我们要拆一下屏幕进入的交易，要用圆头的镊子将杠12的镊子磨成圆头，然后进行放入冷冻室冷冻，按下启动键，时间到，已经开了。液晶基本上也已经分开了，OK， 还有，我们下面，然后用 OC 胶保护膜将我们的排线分开，贴合的时候，涂胶的时候使用。OK， 贴合，拆完了以后把它拿出来，这样，然后再开始回温，回温完了就这个放在里面，还不会让排线粘住。OK， 分离完成，非常的好。